这个球在放上去，哦，这边一手把球拿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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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球在
Boxer 要做。像Ibaka这种比较power 型的球员，他的你的帮忙边其实可以多一点点呢、啊，因为像是他是一个主攻型的球员。李宗翰这一次的上篮没进，Ibaka拿到进攻篮板，运了两下之后再把分数放上，51-48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Daniel 有没有办法，有没有可能去守下面的？哦哈，守下面的3-2的两翼，因为他上一次切的时候是球掉，然后这次直接被抄啊。这一个球进算 M1。这个传球，世新大学真的做的不是那么理想哦。是，不过小球给的漂亮，Ibaka隔扣啊。Ibaka 压进来，这个球拉杆上篮，有了机会，4-5。陈龙凯接进来，再给到中间的Ibaka。Ibaka 闪过了，哎呀，这个球第一时间没灌进，但是后面还好，他有补上去。哎呦，小心啊，这个传球。Ibaka 现在欧洲步上篮，轻松的上篮得分。Daniel 压进去，这个球上来的出手没进， Ibaka 拿到进攻篮板、oh, 这个球再放进去。好，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，这一场的比赛 OT 的时间，先进球的是世新大学的 Ibaka。 那七秒钟，李宗翰选择中距离的抛投，这球出手没有离， Ibaka 在篮底下拿到进攻篮板放篮得分。来，刘成燕也可以投三分，陈炳权也有。哎呀，这个球被李玉平点了一下，球被抄走了，前面2-1吗？高抛者高中接力，还有他有抓好，再给到张嘉，这个球被杀了个火锅。球队哦，所以今天还没有外线的一个出手，不过Ibaka单刀突入上来，陈龙凯想要直接来突入，这球还是有传到Ibaka这里，直接要上去，真的，这个是有见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。最后的一秒钟，Ibaka拿到这白金的分数，Ibaka。接进来对抗，这个球进算 M1。哦，这。Ibaka 这个球再要上去，再拿分了。哇，是女神代表了啊！转身之后的一个中一步之后，再回给张镇雅，再来一下。哦，这个火锅。Daniel 进攻篮板，再给 Ibaka 这个中距离 Ibaka 的出手有。切进去来挑战丁恩迪打板，Ibaka拿到进攻篮板，这个就放上去了。Ibaka直接硬撞进去，这个球端上去了，砸板进球。接进来丁恩迪的一个小球，他打命Ibaka。刘洋切进来交小球，Ibaka。